一摩擦至今， A 股和美股已经走出了截然不同的形态， A 股跌跌不休，而美股在刷新了历史最长牛市记录之后继续高歌猛进，连创新高。即使今天午盘 A 股仍然颓势难改，三大股指全线下挫，而今早收盘的美股三大股指全线上涨。与此同时，纳斯达克和标普指数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同创历史新高，而 A 股即便在当下的行情之下，今明两日仍连续有新股发行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